顶住顶住，我靠，血牛，血牛牛，顶住顶住，我顶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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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靠，医学奇迹，兄弟们，什么叫医学奇迹？这个怎么玩啊？30乘1星界龙英雄携带的基础，比如说我带了10件基础装备，就300吨。算，我觉得直接这个吧。我直接神龙转来着。我们玩神龙转。坏了，蓝回不上来了，完了，拉克斯宿命的对决，好像他厉害一点。啊，拉克斯，你是个废物。五件装备，这是这里给的，我这把神龙转乌鸦或者神龙转杰斯。好像就是赢不了，后排输出差一点，拉克斯实在太拉了，还得靠他死。后排输出差一点，我这个质量在连败有点难受，完全没输出，这个输出是个问题。我神龙牌有点少，哦，完了，拿不到。我真拿不到，我杰斯神龙杰斯无尽法爆一锤秒完，好不好？这不挺好的？我想的就是无尽法爆，因为杰斯本身就有盾，然后神龙伤害又高，无尽法爆很凶啊。杰斯有盾，应该也不需要回护，想都不用想。这把神龙肯定要龙死。打不出连胜，这阵容都得现搭，没有公式给我抄，没有公式给我抄，我怎么玩？我玩不像呀，给我个公式呀。SC 来了，好，看一下，来杰斯吧，感觉杰斯有强度，可以爆 Nico 和头子刷视频看到，对，海盗狼加强了。我也觉得杰斯有强度，我现在目标是杰斯，但是乌鸦杰斯这种连败局就来什么用处？我怎么一个神龙都没有？为什么？感觉前期护神龙尊者牌，我开个四神龙，然后卡莎带装备是能连胜的，但我没有神龙牌，有人在赌卡莎，赌卡莎你给他赌好了，没什么强度的，完了，惨不忍睹，点了吧，要不来个珠光年华死掉了呀，而且我还乌鸦和杰斯，我一定要熬到这里，哦，太难了，点了吧。早点早超生，还想赢？我在想什么？变形重组器，变你大爷！有点难，这把真难，不知道怎么护。AD。AD 3-5 第一波没有点了吗？这把太难了，真的，经济也很差，其实装备怎么能这样给呀？要不这把玩刘备吗？这神龙转怎么办？看看能地倒什么玩什么，对吧？这把地倒什么玩什么。31血，究极连败。神龙乌鸦就是高神龙，然后再乌鸦，再什么，再夜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暗灵龙。行，现在这版本没有赏金是真没意思，有赏金我现在收菜了。
好爽。哎，我漏了点什么？先给你用一步。我漏了什么？兄弟们，我漏了什么？乌鸦阵容怎么当？我漏了传二马队。乌鸦是不是要漏装？我感觉他妈有点弱，这样。这本来是给杰斯准备的，来了乌鸦好像有点弱。再给个暗灵吧，老献祭一个。靠！我操，这两星乌鸦的。我就给你发暴不进，冲！给不上的吗？哎，为什么给不上？我为什么装备给不上？啊？啊，给上了，来，这么捞吗？就这样，差点被秒了。又 SC， 感觉应该给漏，他应该是给漏装。我赐福没给吗？哦，我赐福没给，不好意思，原来是我落是吧？我赐福没给，献祭个猪吧。你有什么用？你怎么还在？暗灵龙，来个暗灵龙，乌鸦大概就这样的阵容吧。来个暗灵龙，然后再来个神龙尊者，盲僧，要不要开个御龙？御龙还开不出来吗？这怎么不是那个呀？大意。猪暗玲珑可以上人口的，可以上人口的，强度应该够了，这乌鸦应该起飞，我觉得神龙给过的，看看强度。就这，啊！这个应该给了我装，这反弹装一般般，视觉效果也挺一般的。我现搭了，我要开始现搭了。文章，开个神龙，给点力，神龙，帅，随便给吧。献祭会给个暗灵龙文章，但是他带不上，只会给他是吧？随便给，随便。那我八神龙了，我找八神龙去。拉人口八神龙，八神龙法爆无尽乌鸦，毁天灭地。他带不上，但是可以给其他人，然后献祭一个给他，但没什么用，就只能献祭。那没装备的，要有一个格子。哇，哈哈，兄弟们很有强度，法爆无尽很有强度，六神龙，暗星精华本体，这个我试过的，暗星精华是可以献给其他人，其他人死了以后给他传递，但是他自己没有暗星精华的第一下效果。下波能够拉了四暗灵，然后
两个这个换掉，换那个八人口就是八神龙，三暗灵乌鸦，好牛逼的，就是要献祭才能吃到，自己本身第一下是不会加的。哇哇，我觉得乌鸦得挨打启动啊，他一个人站前面会死吗？应该不至于吧。法爆无尽没问题，我觉得法爆无尽杰斯、法爆无尽乌鸦都没问题，因为杰斯有护盾，乌鸦有吸血，这两个东西是探坦啊什么的，可能甚至真不如法爆无尽，因为神龙给他的基础法强很高，他315，那么他本身一下就是，等我看，给亚索找个吸血吧，让他活到最后。九人口八神龙，为什么？八人口就可以了，这两个全下了。八人口这个下的，上个瞎子再上一个那个，我三暗灵吗？对，我为什么要放蜘蛛在上面？我有个问题，那为什么放蜘蛛在上面？我需要那个，我需要一个卡尔玛，可以啊，巴那个为什么不可以？我想想啊，我巴那个不行吗？哦，好像是不行。哦，八神龙巴那个真不行。对，你们说的是对的，巴那个真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巴那个确实不行。我没有意识到这个点，我八人口开不出八神龙。那你看一下嘛，这个上去了对吧？然后再上个卡尔玛对吧？这样是八个人口。那我这个神龙转给谁呢？场上全是神龙，我给不出这个神龙转，所以八人口确实不行。你们说的是对的，我想这样的。哎，我发现个问题，他有护甲加成，他真的能吃到？哇哦哦哦吼！哎，我发现个问题，我们等会仔细看一下，他好像神龙真的能吃到。我发现个问题，阿贝可能说错了，没有说错的。光明轮没用啊，这光明轮。那卡尔玛怎么办？投一下吧，投一下。那么这投水好一点。暗灵龙龙神神龙尊。投个玉龙带这个东西怎么样？投个玉龙带这个东西，我找个玉龙带这个东西，能最大概率投出卡尔玛，然后我这个一星就够了，再把它卖了，好不好？这波又没有加到那个，哎，很奇怪，它有时候是80护甲，有时候是70护甲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找个玉龙，找个玉龙，随便什么玉龙，再递最后一下。哦，漏不住，他怎么这么漏？不是我漏不住，是他怎么这么漏？他怎么还不死？他也在想你怎么还不死，因为他也应该在想你怎么还不死。我靠，血牛流两半死。
我不想下了，就这样吧。这巴德很有用，就这样吧。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算了。实在不行就六神龙打到底。下了巴德也不一定有卡尔玛，但不下巴德我可能有亚索。我六神龙两星亚索够用了，兄弟们。不需要八神龙，八神龙虽然会更强，但是这种东西要随缘的，就像谈恋爱一样，你不要强求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完了，吸不动了，不好意思，吸得动。你强扭的瓜不甜。献祭谁呢？要不献祭他吧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还是得献祭瑞尔，因为只有瑞尔能出一个文章，然后这文章有可能会给到他。献祭瑞尔。哎，这个是我想刚才想玩的那个神龙，一模一样，可以说一模一样。哦，你看这巴德，我靠，救命巴德，好吧，兄弟，你在开玩笑，看不起巴德，我没这巴德我死了，这波他伤害好高，巴尼好有钱，好有实力啊，都我要是有个卡尔玛就好了。我好想要只卡尔玛，能不能给我，能不能给我个卡尔玛，求你了，真的求你了。我这东西很怕亚索，来个亚索就把我斩了。我虽然很无敌，但我很怕亚索。614魔法伤害，再加法爆无尽，锁了波11连胜，兄弟们太顶了，我只能说太顶了，除了太顶了已经不要说什么。那我上门口上什么？上门口上秘术好吗？上秘术。能不能给我一只卡尔玛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好穷啊，给我只卡尔玛好不好。九人口找一费，我拉了九就真的没有了，我不管拉了，我不要卡尔玛，你有本事别来。哦，他0%了，行，那我不要了，我不要卡尔玛了。秘书，那我就不要了呀。这可以变个两个那个出来。追三乌鸦，或者别控我，别控我，别控我！顶住，顶住！我靠，血牛，血牛牛，顶住，顶住！哦，顶住，顶住！顶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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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住！我靠，医学奇迹，兄弟们，什么叫医学奇迹？你我也不要，卡尔玛反正不会的，他不能献祭，无尽就献祭。尼克感觉用不出去呢。哎呀，无尽，有点头疼。我献了个无尽给他，我想献个那个鸟盾给他的。顶住啊，顶住啊，顶不住了，突然暴毙，连续打不过。哎，这个连败没弄错了。可惜了，我觉得这个血魔流还挺好玩的。我八神龙吃了是吧？就是差那只卡尔玛。